圣诞夜孙无敌气瓶凶器密会波霸女，波霸女夜宿孙无敌香闺。孙无敌在搞什么鬼啊？居然偷偷跟一头乳牛一起过圣诞。那孙无敌这个花货搞了半天根本不是忘记跟我们三伯过圣诞节，是跟这种上围突出爆炸的女孩约会偷吃，还被拍到，而且还说我们家宝儿是逼逼大的。哎呀，哎呦，谢谢你为我准备的烛光晚餐，和你一样令人难忘。既然是抓奸，当然要出其不意。孙无敌，最好不要让我发现你乱来。亲爱的，你干嘛那么心急？人家还想多花点时间探索你的过去。我的过去，你来不及参与。我的未来，我愿意做你的专属狗拉操。Nancy， 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我愿意。孙无敌，你在干嘛？三宝，你误会了。想骗我，一群胡三宝，你在干嘛？一群，你们怎么样？那是我爸的治疗师啊，在干嘛？孙无敌，他那个恐吓头是谁？我只是想跟 Nancy 求婚，想不到被自己的媳妇儿，不好意思啊，哎呦喂呀，真的很对不起，我不知道这段期间孙伯伯已经跟你的精神治疗师交往，才会一时没看清楚就出手误伤你。我只是想帮无敌做个爱妻便当，顺便给他一个惊喜。真的很抱歉，请你们原谅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误会嘛。我可以很大声的问你，你愿不愿意？我愿意。我等这一刻已经等了好久了。小宝，我们结婚吧。莫名其妙的把未来的公公海坑了一顿，还好人家不在意啊，还是让他进门。要不是我这一逼哦，无敌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吃到三宝亲手做的三宝饭呢。而且啊，他一辈子也不会知道，那就是他从小到大魂萦梦牵的三宝饭天使。也对。夜深人静时候，突然想到你，没有原因，没有逻辑，谁能说明？总以为我们是。
我就把三宝交给你了。我们早就相遇，我说服我自己，这一切只有谢谢，我会好好照顾三宝的，王师傅。哦，啊，爸。各位，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在这里，一起见证我最敬爱的小老板他人生当中最重要的时刻。小老板，我们开始了。孙无敌，你愿意为胡山堡扣起你解开的三颗纽扣，今后开始，所有养眼的福利只属于他一个人吗？我愿意。胡山堡，你愿意为孙无敌停止你的外星任务，一辈子都留在地球与他长相左右吗？我愿意。好，现在你们可以交换戒指了。如果我播出去的话，我就娶你啊！谢谢你让我美梦成真。我真的喜欢你了。我不能把你一个人丢在这里。那我就叫你怎么熬一个受伤的男人。你是不是因为我欠你，欠到这一辈子我都还不完？咱俩交了。下次不要再随便答应做人家什么新郎秘书。恭喜恭喜，百日之内必有大喜呀！我想象中的婚礼应该是一个庭院婚礼，绿油油的草地，有很多的玫瑰花。现在宣布，你们两个正式结为夫妻。